我要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去玩。对对啊，就是这是拿小孩的生命换来的，小孩在煤气户中毒之后拿生命换的。哦，还有洗衣机呢，洗衣机就是新的。嗯，也可能。早上起来把鼻子抠破了，他妈的血流如注，今天就只能这样拍照了。朕的江山，对，出奇侠才中人，他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看这景，我操！家人们，包子们，不认识，乡亲们。一开始走，妈走半小时有没有？妈的膝盖都疼。我就觉得很不值得，但是你看这风景啊，咱就是说这雪山，咱就是说这雪山，就说值不值？啊、这要是我这 F 大哥上去就还就妈滑一个给你看，你这不得滑一个？对啊。多少钱还要喂人家熬夜的路啊，恶心恶心，这你吃过，你有口吻，你跑了，你今天早上两个杠呢，我操我想这完蛋，刚才没有想起来，我以为我一辈子再也不会穿这件衣服了，就真的